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盘国战诸葛庞统一杀六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是这个诸葛的，这不是那个小诸葛庞统。小诸葛庞统的话是那个连环自爆卡车的嘛，老诸葛。当然这个也很正常，因为老诸葛的那个北伐的时候，庞统都去世了差不多有十年了。好，看一下啊。当然蜀汉北伐的时候急缺那种能征善战的大将的，当这种参谋人士倒不是诸葛亮最缺的，所以说即便你诸葛北伐的时候给他配一个庞统可能也就那样，因为那边参谋本部的人已经够强悍了嘛，他需要能够独自出去领兵打仗那种独挡一面的人的。你想他真的要是那个有那么多独挡一面的大将，他也不至于派马谡去了啊。好，看一下啊。所以说那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即便是这个诸葛亮这种，对吧，你谋划的再好，你没有人给你执行也不行的。好，商议离异可怜其百，那么锁啊统统连起来吧，那么锁起来然后直接杀，漂亮，这一波这个输出可以啊。那么直接打，这个是小号的闪电的，因为是俩血的嘛，不是那个啥，不是那个三血的。但是即便这样子的话，你看我们而且打光之后我们还有空城，空城怎么说也可以保下自己的命的。好，喜闻乐见的野了，谁让你蹭车，嘿嘿，活该。这下曹洪可以啊，而且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差的，大位正好四连，你坐这么远，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有风险的。好，护国曹公，那么来一下。难怪他说一杀六啊，这个曹洪蹭车为那个魏成身先死了。好，那么这个的话董卓拿，这下这把真的是得亏了我们有这样的战力的，不然的话如果魏国没有给魏国这么致命一击，他们都是满血的话，这把打不了这些魏国，这把的魏国的强度跟上一盘不可同日而语啊。这把魏国这个强度比上一盘那个魏国不知道提高了多少档次了啊。好，那这个绝对的啊，一个是那个青铜级甚至以下的，一个这把魏国就是王者级了啊。好，那么救一下，当然这家肯定要救的，因为这张一旦堵死了的话，四加三七张牌的。好，那么太后的牌没有了，当然这个没有牌可以啊，他正好没有牌，正好轮到我们来了。我们这个诸葛亮那个关心可以过下牌嘛，这个时候关心过牌可能就比方过一个 A 出来的话乐不思蜀。好，正好啊，正好魏国跟这个群雄正在厮杀，我们这么的一个状态他可能也不把我放在眼里的。好，这张呢开一个 A 可以啊，知道我们正好需要过牌的，漂亮。你为了开 A 要把群雄打死，结果他送了我们这个的，漂亮。那么轮到我们了，好，老天都眷顾我们，好，顺一下，漂亮。这个手气有的时候也能决定一切的，他正在要把我们这个万箭顺走，可能这一盘也没那么容易，结果这个万箭成了决定性因素了啊。好，我们先过一下牌啊，我们先过牌看一下那个铁锁，这个可以，对，拿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把那个什么一代牢留着，因为你这一波你是可以杀死人的，一代牢留着嘛，留个铁锁，然后一代牢也要留着，一代牢的话你这打死人，但我可以过很多牌，那一代牢不相当于你又可以多过牌了吗，把那些什么废牌怎么把它拿掉的。好，闪看一下啊，那么五谷丰登，战事无忧啊，好漂亮，这个关键的牌来了，铁锁连环。那么知己知彼，我看一下你的牌，哦，不是闪啊，借刀杀人，拿来吧。然后铁锁连环，这一下这一把这个蜀国这个攻击力也是非常非常强啊，这边其实也可以远交进攻他的吧，远交进攻他，你当然你说这波输出也够了，不像刚才想说的话，如果远交进攻过出来一个九，是九杀可能直接带飞了，好，直接杀。都不用开这个南蛮了，直接用这个连弩把它突掉了，所以说这盘这个输出是绝对足够的啊，打得他们溃不成军。当然也感谢这个庞统啊，关键是个铁锁，绝对是神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国战孙策太史慈啊，吴国这一把的话只能正面来看一下他们的发挥了。好，不过之前那盘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，即便像孙策太史慈你打这个胖子，其实当然你可以，你必须要续爆呀才可以打的，你如果要是没有办法续爆，血量被压低，嗯，突然没那么容易的。好，当然如果没有享乐这个还是可以的。好，名士之风仁义高洁啊，这个可以，
双方互相搞一下，这个月经你抢了个手量，孔融的用明示坑了一下。有的时候明示也是神迹的啊，那个突然间亮出来一个好闪，那么闪闪，当然你自己还有一个那个珠联璧合，这珠联璧合也是比较那个关键的，关键就是还可以给一下牌的，还过下牌的嘛，以逸待劳啊，以逸待劳孔融的神器啊。而且那个孔融的话是二张的可行的，就在身份局里面的话，这种被二张克制还非常非常惨，但是这个孔融可以克制二张。我们田丰开始打这个郭嘉，看我先登城头立下首功。哎呦，这下的话这个魏国置资800息，看一下啊，那么杀，哇，这个荀彧真的拼呐、啊，这个连桃子都扔了，还直接打好。那么这个该死的家伙，那也不判一下，真的是，你说这个没办法，好啊，杀，看来是要把这个群雄往死里打了，好怼掉。那么现在肯定要怼这个啥，怼这个威了，当然这一下刚才可以兵加我们的嘛，如果我们真的是威的话，那这把你们不基本不就赢了吗？那这个这干嘛不往下兵呢？这个兵并没有坏处，就算我们是威啊，因为我们是四血的嘛，我们也能存牌。那你如果我们是威，你这把不就搞定了？那你这不是威，你这个限制我不是很关键吗？杀。那么的话九杀，单这一家他也是有想法，这个顺为什么不顺呢？你说你不顺连赌吗？那你顺下他的手牌这些啊，你就不怕他手上有其他这些牌的吗？或者你想顺着留，把顺留在手上吗？好，那么乐不思蜀，那么这样也行吧，这手上留了一个这个，当然待会儿的话那个有这个牌的话，哦，我刚才想，如果要是有一个铁那个狮子先挂就好了，那到时候换上八卦，可以那个把血存起来。好，杀，我看一下啊，直接，我翻一下他。好，那么顺手牵羊，好，顺一下也有距离了。好，这个杀，嘿，这一下用红杀吧，这个地方打的这个有些细节还要注意一点的啊，这个红杀可以用的嘛，你红杀过牌嘛。你那个，当你红杀，虽然你后面也可以过牌，但你先过牌，说不定你红杀复红杀，你不赚了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那么这个时候就进入焦灼状态了，因为不知道这个后面的这个身份怎么样嘛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七号这个无懈可击，我们看一下远交进攻。那么群雄，哎呦，这一下这个袁绍这个射的有点狠了，因为这个孔融有藤甲啊。而且那个啊，当然让他双亮出来了，所以说那个明示没有用了。好，那么剑之充足，尽管取用。那么直接死了吗？杀一刀，哎，这一下袁绍牛掰啊！直接，哎呦，这样的话大哥三弟都没有亮出来啊。好，这一下的话还真的是这个我们一个吴打两个群啊，这传说中的吴克群又要开始了。那么没事啊，我们就来打的，杀，那么闪。那么十个桃子，看一下孔融啊，杀。那么我们这一下就不怕你啊，这一把的话，虽然你有这个蔡文姬的这个什么那个悲歌来掣肘，但是我们照样可以输出的。好，桃园结义，好，留着手上啊，这个这一排都留在手上，杀。因为我们那个有阴阳神迹嘛，再加上这个好一个这个黑，这地方的话他居然不刮啊，这个地方打的也是好，我当要替天行道。好，那就直接突了啊，因为你那个刮起来的话，你仗着自己有那个技能，你想让我们突你就啊杀，这个我觉得刚才完全可以刮的啊。好，那么杀一下啊，好，就这样啊。那么已经被打残了，袁绍的话挂起来这个八卦的话，那个他血量被压低。好，那么我们有个藤甲也是绝对把你磕得死死的。好，那么以逸待劳，看一下啊，请助我一臂之力，漂亮啊，这些的话杀，这一波输出还是可以的啊，然后决斗，那么无懈可击，过河拆桥，那么再杀，漂亮啊。
那么这个时候就大胆吃菜了，你要断你就断的，嘿，这家他也真是牛掰，居然不断我们这个太史慈吗？这个我们给远征输出的，这个让明显断太史慈呀，那么想把那个男人断掉吗？这个杀对吧，没有这个技能咱们这样可以远征输出的。断太史慈他的加一码不就给卡住了吗？如果你不断太史慈，你的加一码基本上就是摆设一样了。好，这一把也可以啊，咱们吴国的话作为独苗把拿下来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盘透视什么灭大卫，没有看清楚标题的。我们看一下哦，这一把的话是这个貂蝉董卓啊，我们看一下啊。这个牌的话也还行吧，不过貂蝉的话，貂蝉这肯定不能放后面的，这个因为董卓一旦把貂蝉吞掉的话，那个还是比较伤的。再说董卓这个块头实在是太大了，他要是摆在上面的话，那貂蝉根本受不了的，所以说应该是貂蝉放在上面，然后董卓放在下面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那么大的一个胖子呢，对不对？老夫进京平乱，岂能空手而归啊？这个也不是这个威的啊。好，那有一个贾诩，贾诩说不定可以帮一下我们的。但可见我们不是毛老板，老板不能给那个贾诩补给一下。我们看一下，铁锁连环，铁锁连环，锁一下。那么这么打，我们肯定不是威了啊。那么看一下。月镜和这个曹洪，嘿，这把还真的是这个召唤出来一个威了啊，召唤出来一个，好，拔一下，后面应该还是有威的啊，啥啥呼喊吧，嘿，这把还真的是这个大卫普啊，好，杀一刀，那么刚一下，因为我们有这个董卓嘛，所以说我们想他来攻击我们了，得到一血，然后我们老夫进京平乱的啊。好，谁占到先机谁就胜了。我们看一下啊，火河拆桥，那么杀，诶，这一下的话这个五号是什么呀？哦，五号是这个鲁肃，撸一下啊，这一下可以啊，不过我们赚了一口酒，其实一个桃一个桃，然后一个万箭一个南蛮都是 AA 的，破南蛮入侵啊，我们肯定卖的，这个大师估计是保不住了，大师应该是保不住了。那么荀彧死不了，荀彧主要是明朝子的。好，那么大师的副将那是周泰吗？九杀，哎呦，这一下直接搞我们的，我们吃，哎呀，还好还好，你别说这个是三血的，幸亏我们顶住了。好，那么孙权太史慈，看一下啊，那么杀一下，能打死是最好的，能打死是最好的。那么。吃个桃子啊，没桃，那个没什么，没杀了。好，哎，机会来了，谁的都是我的，老夫进京平乱，岂能空手而归？火攻，那么打，翼龙巨龙黑，漂亮。这张的话，田丰也是趁机出来，那个蹭一下的，打翼龙巨龙。群雄这个董卓就是这样啊，最佳的时机能够出来一下，那么决斗杀。看一下杀，顺手牵羊，嘿，这个桃子过得还可以。那么这一代我们就，这让我们就是有想法了，因为我们有这个属性直接杀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的啊。对，好，这个让先离甲，哇，是这个孙策，我还以为是僵尸，你还这么拽，哎呀，妖兽了，那个男人居然那个决斗输了啊。好，翼龙巨龙。这一波输出非常够的啊，关键时刻我们留人留的也对的，我们留人的人头，然后我们大范围的输出的。好，五谷丰登，这地方贾诩，这个贾诩转应该是有杀的，但他杀到不拿，本来的话赢定了，贾诩转赢个杀他就赢定了的，这样的话也就不需要再继续挣扎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啊，继续看这一下的话，隐忍到最后的贾诩，那我们看一下啊，隐忍到最后的贾诩，那贾诩这个武将亮将其实也是有那个想法的，有的时候亮，有的时候也可以不亮的啊，不亮，之前这一把可能就是关键时刻我们不亮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号称玩杀貂蝉的，玩杀貂蝉其实也是群雄里面排名前列的这样的组合的嘛，因为离间虽然国战里面受到限制，但是我给你配个玩杀的很可怕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一下杀闪，
那么这个还是貂蝉摆那个前面的吧，那这样我们就没有出贾诩的，因为贾诩那个貂蝉摆前面的话，防止孙尚香来蹭你的嘛。好，孙尚香情急之下，可不管你贾诩有多大年纪啊，他绝对是会那个跟你结姻的。好，看一下铁锁连环。那这一盘的话，既然我们开局都没有亮，那我们就直接丢，就这样啊，反正手上有一个桃子嘛，燃烧吧，燃烧吧。看一下啊，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啊，这让他肯定就是想那个生息过牌的，生息过牌。反正他生息过牌的话，他存不了牌的，存不了牌，所以说只能是三张的。好，这个也不是鼠。顺手牵羊，看一下啊，我自冷眼看天下，不问世间是与非，是台词是这样子吧，贾诩好像有一个台词啊，我自冷眼 观天下，杀。哎呦，这个有点伤，这个呢有点伤，可怜的孔融啊，被打成这个鬼样子了，杀。那么还好还好，不过这样他要真被打死的话，就一张牌的，我们既然都忍，咱们就忍到最后了啊。好，来看一下啊，那么呦，这些的话丢，以礼待人，那么知己知彼啊，我们看了哦，有个曹丕啊，看到一个曹丕，那么现在应该是借他俩的手把这个他怼一下的啊，国之生计在于民生息。好，蒋琬飞一是三国杀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武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蜀汉里面，蒋琬飞一的地位非常重要啊。诸葛亮之后就他们俩的接班人嘛，但是他们两个没有出现在身份局里面啊，只有在这个国战里面才有。好，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队友了。好，我们应该是这段救，当然也未必先点标下我们的队友了，先点我们标下我们的队友，那救了我们嘛。好，以借你之手与他一搏吧。好。那么反正这个时候的话，因为我们没有出来嘛，所以说孔融可能还被这个魏国包养一下了。好，不着急啊，那么给过去，咱们的话有桃子啊，吃起来漂亮，就这样啊，手上牌咱们都留够，关键时刻我们再出手的，远交进攻。因为现在的话离的话，那个祝融也离不了的，诸葛亮的话他也有这个看破，国战里面的这个离间是可以被看破的。好，燃烧吧，那么一个牌，看一下，哎，不要以为真的是魏的啊，这个刚才就想这个他救了一下，好是魏国，那么呦，你别说这一盘还是三个魏国，哎，那你心里可能稍微想一想了哦，有一个我们的队友，还好还好还好，有一个队友还可以那个移用了啊。好，那么注意啊，孔融是挂了闪电的啊，这但是挂了闪电，说不定他主将是张角的。那么如果他主将是张角，你这个帷幕不开，你可以保留这个闪电的。你要是亮这个帷幕，他这个闪电就飞了啊，没有任何用处了。但你帷幕可以不亮的嘛。好，那么看一下啊，当然这个的话，这个吕布也是这个，因为有这个曹丕的，刚才那个读条已经亮了，所以说那个我们待会可能要抗魏了。要对抗这个魏国了，蜀国受到这之后杀，那么怼一下，这样我们肯定就不救了啊。那曹丕应该是亮出来了，好，我管杀还管埋，此乃驱虎吞狼之计，结一下。当然，因为我们是贾诩的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那么改一下，漂亮，果然有的，这个张角亮出来，那这一下是因为我们不开这个帷幕，太对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可以亮出来了，没有问题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目标了嘛。这个是完全可以的。好，九杀，而且这个判定顺，就算有司马懿，司马懿改完之后有张角后改的，好，谁能挡我？那么这下就漂亮喽，这个招改一下，果然有司马懿的啊，那么直接劈一下，司马氏乃天命之所固呀家也，但是没有用啊，直接我们直接把你劈掉了，张角在你后面呢。这个还可以啊，因为这个没有亮，所以那个保住这个闪电，直接把劈掉了啊。好，那么这一家不怕，这一家的话就这个他可能要爆发一点，他这一波牌我们状态都还算不错的啊。然后还有个桃子保压这个张角，万箭齐发，闪，那改一下，那么劈，漂亮，你这你还敢开的，直接打掉。
好，那么魏国应该是没救了啊，直接你看都这样的一个杀，那么给过去，而且我们还有一代牢的，一代牢开，漂亮啊，直接给牌给过去，那么决斗，他都已经放弃挣扎了，好，直接离一下，然后杀，直接搞定。也会鼓掌啊，还可以啊，贾诩的话那个最后两帷幕把那个闪电夺过去，然后最后那个用技能啊把这个魏国给他除掉了啊。好，我们最后看一把，最后一盘还是比较精彩的，最后一盘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本期的压台会是怎样的。那么是这个贾诩何太后啊，一个独士，一个独太后的啊。好，那么来一下黑，这下越境直接出来啊，都是比较那个奔放的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因为我们那个贾诩有这个神牌在手了，所以说也不惧，嘿嘿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舍命献马，我曹公哦，曹洪也出来，哇塞，离点也出来了。离点一出，可能就是要兴起一阵腥风血雨了。好，杀。那么灌一下天下苍生，那么这个应该不是那个哦，果然不是威了啊！他要真的这个打到真机，那也就太倒霉了。好了，好，那么我们看一下，当然这个因为真机他有了，他应该也会出的。好，闪，看一下啊。那么待会儿应该是直接那个发动技能了。太后，我们最后两的，先用贾诩把他们全部打残一点，然后我们再用那个。震毒啊，一口一口的。好，此技伤不到我，漂亮啊。我们第一轮啊，就让你们知道我们的厉害的啊。那么魏国的话，那个救一下乐不思蜀。好，那么轮到我们了啊，先这个呼喊吧。好，那这场先开没有问题，因为诸葛亮就一张牌的嘛，要是那个好杀，那么救一下啊，看一下，哇塞，这个让诸葛亮居然还不送，还不那个，还不自杀，太好了，人头正好我们要这个人头了。好，南蛮入侵，留一张牌在手上啊，就算这一轮搞不死，我们后面还有的。好，那么杀，反正诸葛亮的人头应该还是可以拿下的吧。好，那么看一下打掉，漂亮，打死了，那后面就是那个多米诺骨牌了，杀，神仙难救。那么这一下，哎呦，这一下还好还好，没把那个桃子拿走，不然还有点麻烦了。好，直接给你一口啊，来，因为打出巨大优势了嘛，后面就是多米诺骨牌了，挨个倒的节奏了啊。那么哎，被乐中，当然被乐中是不可以那个，哎，没想到他改了，我想说被乐中是不可以刺毒的，没想到他改了，改了那死得更快的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家伙被乐中的话。无关紧要了，这后面先把这几个魏国多米诺骨牌一个一个收掉啊，直接啊，那么继续啊，你出啊，见光死的，绝对是见光死的，见光死。所以说这盘这个太尉游戏体验感是非常高的，你看这已经二十张牌了，你们的人头都是我们这个好，那么直接一个九杀啊，什么你都是死了，直接怼掉。有毒士啊，配上这个毒酒的太后，绝对是这个所向披靡的啊 ，exciting。那么今天的孤单大放纵就给大家做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